众人也是一愣，对啊，把赵雪给忘记了。展昭猛地想了起来，他在厕所旁边的楼梯间，玻璃幕墙那里，不会还在那边吧？响平调出监控视频，就见楼梯间的玻璃幕墙后面，赵雪正优雅的双手插兜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的夜景。他搞什么鬼啊？还有一个往客厅去的狼人会经过那里？我去吧。洛天将枪插到了后面的口袋里，转身刚想出门，就听到门口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厉的嚎叫声，那声音让众人一寒，感觉像是狼的叫声。公孙和展昭都有些担心，开门出去，就见白锦堂正站在门口点烟，地上躺着一个黑衣的狼人。众人开灯一看，都惊了一跳，就见那狼人脖梗下方插着一把刀，张着嘴直吐血沫，说不出话来。而他显然刚才还挣扎了一下，因此一条胳膊也被钉在了地上，刀子插进地面很深，将他整个人都钉在了地上。众人都有些无奈地看了白锦堂一眼，好暴力啊。赵雪，展昭一拉洛天，两人往后面的楼梯跑去，公孙也想跟去，被白锦堂轻轻抬手一拦。哎，进屋去。公孙瞪了他一眼，还是乖乖回屋了。白锦堂叼着烟站在门口等着。另一头，欧阳春目瞪口呆地看着白玉堂将那狼人一脚踹下了楼，那狼人嚎叫着又爬上来，样子疯疯癫癫的。白玉堂将他的肩膀和膝盖都卸下来了，但那狼人还在反抗。白玉堂皱眉，伸手抓住他，一把摔到了墙上，按在墙上的同时拔出刀，一刀穿透胳膊，将人钉在了墙上。那狼人嚎叫着挥舞另一只手，白玉堂反手又是一刀，随后疯狂的狼人被牢牢地钉在了墙上。白玉堂见他还在龇牙嚎叫，抬手对着他的脖梗就是一手刀。狼人咳咳地咳嗽了起来，终于安静了下来。小白，快去厕所边的楼梯间，那里还有一个，赵觉也在。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展昭的声音，白玉堂和欧阳春一愣，转身就下楼往厕所的方向跑去。此时大厅里双胞胎和赵虎他们已经将那几个杀手都制服了，而山下也传来了警车的声音。门口仅存的几个杀手似乎是想驾车逃跑，但是发动车子才发现一边的轮胎都报废了，很快便被警车包围了。楼上的马汉拿掉瞄准镜冷笑，看你们往哪儿跑。展昭从另一头的二楼跑向玻璃墙，就见赵觉还站在那里看着楼下警车呼啸而至。见他还活着，展昭松了口气，但随即又紧张了起来，因为借着外面的灯光，就见赵觉的身后站着一个黑衣的狼人，手里拿着刀。赵觉！展昭大喊了一声，洛天冲上一步掏枪想射击，楼下的白玉堂也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与此同时，就见赵觉缓缓转过脸，外面警车的顶灯射出的红蓝交织的灯光穿透玻璃墙，印在赵雪的侧脸。展昭清晰地看到赵雪在对他笑，那种笑容中有一丝挑衅。展昭突然对白玉堂一摆手，白玉堂一愣，停住了脚步，洛天也被展昭拉住。同时就听那狼人扬起脸高叫了一声，随后抬手将手中的刀在自己的喉咙上狠狠地划过，瞬间鲜血四溅。赵雪站在那里，雪白的衣裤上溅上了斑斑点点的殷红色血迹，诡异异常。所有人都愣住了。展昭站在离赵觉不远的地方，看着地上狼人的尸体，怔愣不语。赵觉向展昭迈进了一步，将插在口袋里的手抽出来，缓缓伸过去，想触碰展昭的脸，略带爱怜的道：你更有天分，你也能做到。在赵觉指尖接触到展昭脸颊的瞬间，被斜刺里伸出的一只手一把拍开。赵觉低头看着自己被打得有些红的手，转脸看踏上一步挡在展昭身侧的白玉堂，似乎是有些不满。白玉堂挑挑眉，看了赵觉沾着血迹的手一眼：你的手太脏，他太干净，所以你还是别碰比较好。说完，白玉堂拉着展昭转身往楼下走。展昭跟着白玉堂下楼，回头看赵觉，两人相互凝视了良久。
展昭转回脸，跟白玉堂一起离开黑暗的楼梯，走进明亮的客厅里。随后就是一片混乱，警察进来将犯人押回去，幸好欧阳和当地的警察都很熟悉，因此沟通起来还比较方便。 SCI 的人配合着警察的调查，白玉堂建议欧阳春留下那两个狼人，方便日后调查。众人正忙碌着，被白玉堂拉下楼梯的展昭从沙发上站起身，转身上楼。楼上也有警察在取证，他走出阳台，在二楼露天的大平台上找到了静静坐在那里的赵觉。展昭走了过去，在他对面坐下。赵觉抬眼看了看展昭，有些不高兴地转开脸。干嘛？哼，不理你，省得又被人嫌弃。你在生小白的气啊？赵觉别别嘴，不满地转开脸。展昭对赵觉招了招手。喂，问件事。赵觉转回脸，看着展昭眨眨眼。我和小白，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展昭问了个挺让人意外的问题。赵觉回过神来，扬起脸看展昭，沉默了一会儿，微笑。你想套我话？套什么话？你有什么话好套的吗？你们两个我都喜欢，不过你们两个都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只小老虎就讨厌我。小白只是不喜欢你随便杀人而已，不过刚才他是说的重了些。他怕你跟我一样吗？哼。洛天说他在艾伦坡的实验中就见过你，不过我记得你们不是头一回见面，之前的案子里也碰过面，为什么他当时没有认出你来？他记性不好吧，我怎么知道？我看不见得吧。展昭低笑了一声，凑过去看了看赵学的眼睛，站起身走到阳台的围栏边。一般人通过训练自己的眼睛可以开发智力，训练自己的大脑能开发全脑思维，这也是童书的最早雏形。哦，催眠、占卜，这些都在童书的范围之内，不过最厉害的也就是失传了几百年的传说中的明道之术了。小猫咪，动画片看多了吧？赵觉笑嘻嘻地跟展昭打趣。展昭淡淡地继续说，明照是有来源的，有些人是天生的，但也能靠后天训练开发全脑而得来。灵感来源于猫头鹰、海豚，这些可以用全脑的动物，只可惜动物的思维有限。不过若是人类的左右两个半脑能一起使用，那个时候往往就是奇迹发生的时候。早就说过了，你也能做到。之所以说艾伦坡是个蠢材，是因为他当年走了一条极笨的死路。他开发的是人类已开发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开发，只是增强。人类的大脑具有无与伦比的可开发性，从古代开始就有人对这种能力有了认识，只是几千年来单一的生活模式和共同的生活习惯让人类的脑部开发程度相差无几，偶尔有几个条件特别好的，或者成长过程中出了点差错的，就比一般人聪明。作为一个天才，你应该注意到了啊，哪怕是一点的聪明都比普通人的努力要有价值。人类如果三天以上不睡觉，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内脏发生病变，神经错乱。据一本纳粹集中营的笔记小说中记载，当年纳粹有一种刑罚，就是禁止人睡觉。赵觉有些欣喜地看着展昭，赞叹：你果然是对这方面有涉猎的呢。那本笔记小说中记载，那刑罚曾经造成了很多惊人的结果，那些被折磨的战俘们为了生存纷纷练习睁着眼睛睡觉，有些撑不住死了，有些撑住的就练出了奇效。其中有几个战俘练成了不可思议的能力，当他睁着眼睛睡觉的时候，感觉会比平时强很多倍，任何人靠近他们企图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能迅速地做出反应，并且杀死对手，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们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到的。眼睛其实并不是大脑唯一与外界交流的渠道，
人眼可视范围其实很广的，但是人类过多的依靠眼睛来接受讯息，因此其他的感知能力都下降了。长期睁开眼睛睡觉，不仅扩大了眼睛的可视范围，还能让大脑通过其他的渠道来接受讯息。你说艾伦坡是蠢材，是因为他非但没有好好的发掘人脑的用处，而是让人尽量的去忽略这种能力，从另一条道路上机械的来训练人肌肉和肢体的能力，的确是可笑至极。赵雪忍不住轻轻地叹了口气，果然，只要给展昭一点点提示，他就会发现一切。展昭继续分析，洛阳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刚出生之后就将他放在封闭的空间之中，让他对眼睛没有任何的依赖，对疼痛没有任何的认识，也没有受到任何情绪的影响。从小生长在非人的环境之中，因此他一出生就具有洛天等人练习了十几年才具备的能力，而且更加的出色，并且拥有他们所没有的本能。也就是这一点刺激到了艾伦坡，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真的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赵学听到这里笑了起来，边笑边摇头看展昭，哎呀，我懂这个的时候可比你晚多了。你不用妄自菲薄，你当年研究的时候还没有方便的网络，没有这么多讯息和资料，你是无师自通，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所以你能走得更远更远更远，超过所有人类的极限。我对以眼杀人这类技术没兴趣，我只对案情感兴趣。不是洛天记性不好，而是你让他现在才想起来，为的是给我提示，还是其他什么？赵觉缓缓地走到围栏边，看着楼下还在闪烁的警车顶灯，悠悠道：人的双眼其实最靠不住，大家都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狼头就是狼人，虎头就是虎人，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人都能力出众。沃夫的关键是在短时间内将人类的能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只是他们开发的都是一些最普通的人类。如果开发的是你家小老虎那样的角色，你想想。展昭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突然觉得有些吓人。不过这还不是最值得担心的。美杜莎的眼睛看一眼就能让人变成石头，埃及艳后能让人迷惑，法老王能控制人的意识，还有人的眼睛能让人瞬间转移。沃夫的眼睛要是能让人瞬间变成狼人，那就真不得了了。我们都觉得沃夫是在改变大多数人，但事实上他是利用大多数人来改变他自己。那个人野心非常大。喂，你再不走，那只小老虎又要来咬人了。赵觉说着回头瞟了门外一眼，展昭转脸就见不知何时白玉堂已经靠在了天台的墙壁上盯着两人看。展昭看了看赵觉，早点睡吧，明早我们还要去意大利。展昭回到房间里，伸手捏白玉堂的腮帮子，干嘛板着脸？白玉堂伸手抓着展昭的手将他拉到面前，不用说话也能催眠吗？理论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语言来催眠，而且其实人类的许多行为都有催眠的能力，包括暗示。我明白了，难怪我看见你就想，原来是你一直在给我下暗示。你胡说什么？是你自己色。不是吗？展昭觉得白玉堂有些奇怪，伸手捧住他脑袋看他的表情，眯起眼睛，小白你吃醋啊？白玉堂把展昭按在床上狠狠地亲了一口。我刚才在门口等了半天，你压根就没发现我，注意力全在赵觉身上。你身手那么好，又故意不发出声音来，我怎么会发现？猫儿，我怕你被他拐走。你是怕我跟他一样拥有那种能力是不是？那不是人类该有的能力，这样的人走到哪里灾难就跟到哪里，上哪儿去找幸福？我只想你开开心心的。展昭淡淡的摇摇头，用手指轻轻的描摹白玉堂棱角分明的英俊轮廓，
低声道，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许会走上和赵觉一样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没有你，生活和时间对我来说就不再有意义。说完，展昭伸手轻轻地拉住白玉堂的衣领，凑上去稳住。猫儿，你要我的命了，这顿先欠着，破案了补回来。第二天一大早，白池和赵真也回来了，进院子一看混乱一片，就有些傻眼。双胞胎凑过来跟白池八卦，小池池，昨天晚上好惊心动魄哦。真的啊？白池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心里懊丧昨晚上没有赶上这么大的行动，殊不知他在这儿也没啥大用处。赵真带着李思本下了车，刚想进屋，就见赵觉双手插兜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虽然早有准备，但赵真还是微微的愣了一下，和赵觉对视。一旁的白池也看见了赵觉。赵觉挑眉看了看赵真，又转开脸，伸手摸了摸走到身边的白池的脑袋。好久不见啊。白池点点头，回头看看赵真，转脸给了赵觉一个大大的笑脸，然后进屋去了。赵学回头看了看白池跑走的背影，转回脸看走到自己面前的赵真，还真可爱。赵真轻轻点点头，站在赵学身边。李斯本溜溜达达地走过来，在赵学脚边闻了闻，似乎觉得这个人认识。赵学伸手拍拍他的脑袋，李斯本蹭了蹭他，就转身跑进房间去找白池和展昭了。赵真和赵学在一起站了一会儿，赵真准备转身进去，被赵觉轻轻地拉了一下。赵真微微一愣，赵觉抓住他手的同时，在他手里放了一样东西。赵真拿着东西不解地看着赵觉，会有用的。赵觉笑了笑，不再说什么，到院子边去看花圃里的花。赵真将东西塞到了口袋里，皱眉想了想，转身进屋。众人起来之后就忙着收拾东西，白锦堂的私人飞机已经停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型飞机场了。大家上了飞机赶赴罗马，跟那里的警方合作此次的案件。而另一方面，昨晚抓住的那两个狼人也被铁链锁着一同送上了飞机带去审问。 SCI 因为有展昭和白玉堂本来就挺有名的，这次有人还没到就成功捕获了两个狼人，摧毁了 Wolf 的突然袭击，已经在当地的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人下飞机的时候，负责此次案件的警长梅森带着两个助手艾丽娜和卡夫一起到机场迎接。这次的人员比较多，安排不开，因此白锦堂将在罗马的别墅整个腾出来，专门给众人作为办案的总部。梅森知道白锦堂和伦纳德有些关系，而且在意大利的势力也不是一般人敢碰的，这次要对付的又是有强劲火力的 Wolf， 在他的别墅办公绝对比在警局更安全。于是众人兵分几路，白玉堂、展昭和欧阳春跟着梅森回警局，和那里的高层打个招呼。白石、洛天和马汉、赵虎跟着艾丽娜去警局拿关于这次案件的全部资料。双胞胎和王朝、张龙则将两个狼人押回别墅看守。白锦堂、公孙、赵真、赵觉、蒋平、卡夫先回别墅准备。白玉堂等人在警局做了基本的交流，毕竟有国际刑警促成合作，而且 Wolf 这次黑白两道都得罪了，因此查办他们的手续办得极为顺利，也得到了一大堆的资料。梅森开车载着白玉堂、展昭和欧阳春一起离开警局。昨天晚上沃夫又一次行动了，我们顺道过去看看吧。是一个小型赌场被袭击了。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都觉得有些奇怪，昨晚上沃夫刚刚发动大火力对他们进行了夜袭，怎么还另外组织了一次行动？很快车子停在了一家旅馆的门口，
就见是个四层高的豪华旅馆，只是顶层已经烧得焦黑了。走进旅馆里，梅森对前台的服务人员出示了警员证。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身后有人笑嘻嘻的道：哼，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白玉堂和展昭都觉得声音有些耳熟，回头一看，都有想望天的冲动。是尤金。尤金摸着下巴看了看白玉堂和展昭，又看了看梅森和欧阳春，点头：我就说 SCI 在相貌上是全世界警察局里最高档次的。众人都一愣，欧阳春和梅森对视了一眼。欧阳春30多岁，长得方方正正，梅森也30多岁，长得歪歪斜斜。两人再看展昭和白玉堂，20多岁，长得那个俊啊，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段有身段。而这时候他们才注意到身边的客人还有服务员早就被两人吸引了视线。意大利人天生的艺术细胞让众人仿佛在欣赏两件艺术品。欧阳春和梅森都无奈地咳嗽了一声，觉得有些伤自尊。你怎么在这儿？尤金看了看白玉堂，眨眨眼，凑到展昭身边道：我不要理他，他上次打断了我一根肋骨。梅森听了倒吸一口冷气，睁大了眼睛看白玉堂，心说这世上还有人能打断尤金一根肋骨。更神奇的是，打断尤金一根肋骨的人竟然还活得好好的，也没听说伦纳德下什么追杀令啊。这旅馆是伦纳德的？不是啊，旅馆是我的，但是赌场是大哥的。白玉堂和展昭挑挑眉，像是问你们俩还分家。尤金笑眯眯：这是我的私房钱。梅森提议去看看现场，尤金给几人带路。这已经是这个月被砸的第三个赌场了，加起来总共死了5个兄弟，希望你们能快点破案，我大哥已经快到极限了，哪天他真的发起疯来，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梅森叹了口气，点点头。几人出了电梯，来到赌场里，就见四壁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不过依稀还是可以看到昨晚的狂乱画面。展昭缓缓地踏进赌场，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你昨晚不在，就那种狼人，一两个，你应该能轻松摆平吧？我这不养伤的吗？而且整个欧洲谁敢动教父的场子，不想活了。所以我们的赌场里一直都没有多少守卫，他们来的时间也晚了，大概都凌晨3-4点了吧，人都散了。展昭微微皱眉：有些奇怪。哪里奇怪啊？哦，对了，赵爵呢？没跟你们在一起吗？他在我大哥的别墅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我才不要去白家呢。说完，尤金转回话题，问展昭：有哪里奇怪？这是沃夫第一次在行动中放火，确定是人为纵火吧？对的，事先泼了易燃液体后放的火。有客人死了吗？死了，我没有视频。他们进来后见人就砍，而且还到处放火。如果说之前的沃夫是杀手，那么现在的沃夫就是匪徒。展昭沉默了一会儿，说要看看视频。尤金带着几人去了监控室，叫属下调出视频给展昭他们看。众人看着视频良久，就听白玉堂道：不是沃夫干的，这帮人是冒充的。梅森吃惊地看两人，就见展昭也点点头。尤金很感兴趣地坐在桌子上问二人：怎么说？沃夫追求的是一种恐怖感，满地的尸体鲜血来凸显他们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对于狼来说，血迹是最美的东西，一旦放了火，鲜艳的红色就不复存在，焦黑的一片不符合他们的审美。尤金眨眨眼，转脸看白玉堂。欧阳春和梅森也对视了一眼看白玉堂。手法不一样，沃夫的更专业一些，而且身手也好一些，人也变态一些。哦，另外沃夫是受人雇佣然后办事的，一般只会杀对手，不会杀客人。杀了客人以后谁来做生意呢？是不是？嗯，
有道理，这么一说的确和前两次不一样。那是什么人假冒了沃夫来做这次的事情？会是什么人干的呢？都带回去吧，分析了之后才知道。白玉堂让技术人员拷出了视频，又和展昭去现场转了一圈。众人决定回家，展昭出门前回头对尤金道：叫伦纳德沉住气，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明白。随后四人别过尤金离去。梅森和欧阳春还要去一趟国际刑警在这里的驻地办一些手续，展昭和白玉堂独自回白锦堂的别墅。两人走到酒店外的一个广场，白玉堂买了一份地图，在原地看着，展昭在一旁等。五分钟后，白玉堂指着其中的一个地点，告诉展昭：待会儿让司机开车到这个地方去。展昭点点头，两人又走了一段路，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往白锦堂的别墅开。司机挺热情的，展昭看着窗外的风光，白玉堂却时不时的留意路边的路牌。拐过一个弯，开出了大概有300米，前方就是一条直路，直通白锦堂的别墅。白玉堂突然让司机停车，司机踩住刹车，有些吃惊的看白玉堂，并用英语告诉他：还有一段路呢，这里还叫不到车子。白玉堂点点头，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手枪来。那司机吓得大叫了起来，白玉堂对他摆摆手，伸手掏出钱来给司机，对他说：别怕，你一直往前开，到别墅前停下就可以了。说完，白玉堂将手枪的保险栓拉开，递给展昭：猫儿，你到了别墅要是不停，或者半路上出什么幺蛾子，你就射他。玉堂。展昭有些不解地看白玉堂。白玉堂从包里拿出一把昨天从白锦堂那里顺手拿来的 5.7， 拉开保险栓，对展昭笑了笑：哼，这把枪号称史上最强，20发连射，无烟池，射程300米，我早就想试试了。司机已经边画十字边念圣母玛利亚了。这时展昭也听到了身后远远传来的车子发动机声音。白玉堂下车对司机道：开车。司机有些犹豫，白玉堂举枪对着头顶开了一枪，那司机吓得赶紧就踩油门向前开去。小白！展昭大叫了一声，白玉堂站在路中间，伸手对他摆了摆，示意他别担心。果然没多久，就有两辆黑色的吉普车转了个弯驶过来。猛地看见白玉堂站在路中间，手上拿着枪，两个司机赶紧踩油门。白玉堂冷冷一笑：200米，以为手枪打不到？笑罢举枪。他拿的是 5.7， 快点投！吉普里的一个人大喊了一声，车子立刻后退。可是此时后面的两辆吉普也开了上来，跟前面两辆后退的正好撞到一起，瞬间一团乱。展昭在车子里看得清楚，知道是遇上埋伏了，赶紧掏出手机打回去：喂，大哥，我们在山脚下被伏击了，玉堂挡着他们呢，快点派人支援。车子上的人起先的确是乱了一阵子，但很显然这些人都训练有素，他们从车子上下来之后先隐藏到车尾，其中一个拿出电话来：Boss， 展昭跑了，眼下只剩白玉堂了。要活的，把他抓回来。我们不一定行，他很厉害。把他引到中间就行，千万别伤到他，我要活的。是。手下挂了电话，和其他几个人做了下手势，众人分散开，手上拿着电棍，朝白玉堂包围过去。白玉堂拿着枪，看了眼那几个人手上的电棍，心念微微一动，看他们的样子像是想抓活的。展昭在车子里已经看不见后面白玉堂的情况了，却能看到双胞胎白锦堂和赵真的车子从远处开来。停车！展昭对那司机喊了一声，司机赶快停车。展昭下了车，双胞胎和白锦堂的车子从他身边呼啸而过。赵真的车子一停，展昭快速上车。他们没有追来，可能目的就是小白。这帮人够嚣张的，
来了一次又一次。白玉堂见几人分散了向自己靠近过来，也不留情面，大老远就开枪射击。好在前面的几个人都受伤倒地，白玉堂微微一愣，觉得有些奇怪。突然余光看见旁边的树林子里人影一闪，原来从旁边上来了。白玉堂一个翻身躲开了侧面射出来的一排子弹，此时正面进攻的几人也已经冲了上来，有一个拿了一根长长的电棍向白玉堂捅过来。白玉堂心中更加了然，一个挺身朝后翻了过去，从那人的头顶越过，伸手一抓他的脑袋，将那个黑衣人也带了过去，向第二批冲上来的人群里一抛。那人的电棍开着，瞬间就见电棍碰到了其他的几个人，电倒了一片。白玉堂往旁边一侧身，抬脚踢飞一个冲上来的黑衣人，往后退出几步，转脸已经看见了双胞胎的车子远远的开来。与此同时，他已经站到了靠近盘山公路外沿的中间地带。正当双胞胎的车子就要到的时候，突然就听一阵嗡嗡的声音传来，随后风声大作。白玉堂一回头，就见自己身后一架直升飞机飞快地升了起来。直升机的门打开，两个黑衣人架起了一把大型的网枪。小白，小心啊！